虽然这次人回来，但咱们相处的方式却和往常不一样，有点不太适应。 我记得你之前和我说过，那颗最亮的，叫深秀，我没记错吧？没记错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星星，是在来海坊的路上。想要忘记过去，也没那么容易。 不管是我们的过去，还是父辈的过去，我们都没办法逃避。记得我当时还跟你说过，除了一颗叫深秀的星星，还有一颗叫做商秀。这两颗星星此出彼没，永不相见。这就是他们的宿命。 但如果我是那颗商秀，就算我再也不会发光，我也会拼尽全力去见一见这颗深秀。这两颗星星。 本来隔得就很远很远很远，就算是相见了，也没有办法靠近。倒不如就在自己运行的轨道里互不打扰，这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说的对，有些距离就是命中注定，谁都克服不了。 我困了，睡吧。